网友们好，我是老爹。昨晚维密中国秀满屏大长腿，不过最大的热议还是奚梦瑶的摔跤，大长腿的倒地看着都心疼呀。穿着华服在如此重要的舞台上不慎倒地，从专业角度上来说肯定是大忌，不过圈中好友陈学冬领衔都纷纷来奚梦瑶的道歉微博下安慰，从赵丽颖到杨幂，从景甜宋茜到赵雅芝，几乎半个娱乐圈都在安慰了。其实如此统一的关心老弟也是能理解，因为在贵圈脚踩恨天高的女星们都能感受到舞台上摔跤那一刹那的酸爽呀。论最惨的摔跤，老弟首先就要放出梁咏琪在北京电影节闭幕颁奖晚会上，因为舞台上有冰，身高1.76米，还穿着高跟鞋的机器扑通来了一个完美滑落，手拿着奖杯穿着裙子的摔跤瞬间真是看起来特别无助，之后这姐只能拄着拐杖出席活动，这一跤真是太惨了。而孙燕姿产后复出参加跨年演唱会，没走几步就被自己给绊倒了。摔跤后迅速起身，燕姿忍痛表演了近半个小时的节目，大家也是很心疼刚当妈妈的燕姿。不过有网友调侃，这刚好证明燕姿没有假唱呀。论最尴尬的摔跤，说到尴尬，乔妹子应该是要无奈的微微一笑了。在一次红毯上，本来享受着媒体粉丝的欢呼，可是遇上前接受采访时，尴尬就发生了。你好，小心小心小心。站起来后一直捂着脸笑的乔恩，看来是觉得自己囧到家了吧。不过乔恩，你这还没说话就摔跤，其实不尴尬，阿妹嗨到兴奋时的倒地才是不堪回首呀。在演唱会上，兴奋的阿妹与观众互动调动气氛，正要嗨起来的时候，噩梦就发生了。摇起来，全部摇起来。有了这教训，下次阿妹再也不敢轻易邀约大家摇起来了吧。论最丑的摔跤，接下来要放出几张女星的照片，老爹可能要被他们公关了。王珞丹在机场走路不慎倒地，画面太美，被网友调侃是葛优趴。宋茜走路高跟鞋落地，面部表情完美演绎了两个字，痛苦。张韶涵演唱会屁股着地摔跤，飘起的红色秀发让老爹想起了一个词，牛魔王。而张馨予巴黎街拍时的霸气，在崴脚那一刹那全都灰飞烟灭，脚踝90度的扭曲告诉我们霸气是需要代价的。不过也有一些女星在对待摔跤时能完美化解获赞，蔡依林表演时脚踩鞋带摔倒在地，索性就跪着唱两句。范爷范冰冰用摔跤则秀了一把恩爱，别人摔跤倒地，范爷摔跤有大黑牛呀。当然除了女星脚踩恨天高会摔跤，男星走在平地上也会不时缺钙的。胡歌在拍戏时在不同的剧组都栽过跟头，从古装到时装，老胡在随时随地的演绎着什么叫真疼呀。而王俊凯的日常就是在不慎摔跤，坐在床上会倒地，得意的走路会倒地，就算是站起来还是会再倒下。小凯，你确定不是在碰瓷吗？要老爹抱你吗？娱乐圈中的明星栽过多少跟头才会有多少深刻的教训，如今红起来的艺人台上台下一定都没少摔跤，挺过来了，对过去的摔跤微微一笑就是最值得开心的事情了。好了，今天的芒果八一八就是这样，明晚8:18我们再会。